王志文呢日拍摄护发食品广告，喺广告入边 ，Mandy 仲会同男 dancer 一齐跳舞添。最近除咗拍广告之外 ，Mandy 其余时间大多数都留喺屋企，会唔会好闷啊？即系每次一到深夜咧，冇嘢做啦，就追完 encore 36小时咧，咁我就话哎呀好闷啊，而可唔可以 send 啲片嚟睇下？咁佢就会 send 阿 Brandon 同埋 Ryan 嘅片，咁睇完之后咧就觉得好轻松、好自如咯，所以就即系佢两个 BB 系带俾咗我哋一班契妈好多嘅开心同埋娱乐。好姊妹李思华啱啱就由加拿大翻香港，但系因为要居家隔离14日，所以一班胡说八道会嘅姊妹们就只可以透过 FaceTime 见面啦。其实因为知道佢之前喺 Toronto 飞翻去 Vancouver， 咁佢又好见到佢一行山啦，咁我就同佢讲话，快啲翻嚟香港，咁我就可以一齐行山啊，做运动啊，咁但系佢刚刚翻到香港就知道佢要即系家居隔离14日啦，咁所以我就等你隔离完之后咧，我哋就希望疫情又好转之后咧，我哋一班姊妹要出嚟食饭啊、饭聚啊，因为我哋都有好耐冇见啊，大家。